身高190公分，体重85公斤，实力榜排名第11位，11冠王，年终的冠军，号称有着面框第一性功能力的李瑞。接下来，让我们欢迎这一位27冠王，好像这边李瑞啊，连场一条龙，我真的是太快了。哎，第一步很快，好球啊！他突破非常稳，也有一定的终点投能力。这个速度太快了，打进！真是男神的瑞，哇、哦，速度非常快啊！哇、哦，速度很快，直接往里面冲！李瑞，哇，这速度非常快啊！好快啊！走篮下再绕，左手上篮，有了！看看李瑞的进攻，哇，速度很快，后防跟不上，速度很快，右侧挑篮。李瑞第一步真的快，第一步特别快。李瑞转过来速度非常的快，还是打强有难的，就是他的优势啊。李瑞过掉了，太快了，妙，可以合理利用一下吗？李瑞，李瑞，二一，这边李瑞接杀。氛围也很好，180有80公斤，也是蛮平头的。身体帅，面框速度，哎、哦、呦，李瑞这个终结的，左手无差别，就是你放哪边他都能出。左手你看，看还是你非常过了，左手漂亮。哇，有手机直播的，为了网速啊。对，什么时候？过掉了，这个没办法。好，看他怎么打。哇，拿球直接进来了，不给机会。这变向过掉，换了左手，好球。来看这个胜者组的决赛。来看这一步。哎呦，神医喜来乐，你看过吗？哦，看过。那个不就是沧州的吗？对，哎呦，对，对他来说应该是正手。哎呦，直接过了。哎呀妈呀！哎，但突然一个变速，他是这种。哎，前看球有了，走吧，感觉。好，这边一个汤球过人，李瑞抢走。哎，还是球。你看你。好，感觉是一个变向。哇！防止被断球。加速。哎呦。剩下三滴血。阿斌剩下2滴血，这样子过了，行业是有一些差别的，细微差别。弟弟这边一个突破进来不太，所以真的很累啊。好球，有，来一次，突破过了，有了，是一个非常正规的，他应该是上篮的一种，纯粹就是放。哎，这个球这边也不是直接往里突了。慢热身，你看李弟弟反复的变速，哎呀，这个过掉这个位移，他就开始发力。我有一个跳过，可以滑到10多位都是下不了。哇，马可怎么样？好球！直接过，好进！李瑞什么时候伸缩转身？还是做这速度太快！李瑞转身太快了。哎呦，这一下一加一，看李瑞怎么打，变向太快了，转身漂亮，真的这个球太大了，李瑞转身太快了，太快了，太快，真快，先声夺人哈，拿到第一份，来转身快，好球啊！啊、yeah ，速度太快了，漂亮，能不能命中？还是转身过了，有了这球，一不相上下的，哇，漂亮！李瑞一个转身，漂亮，轻松。哎呦，李瑞真是发力了，速度突然起来了。好球的手刷油，这个。转身。再尝试一把，6、7个。漂亮，投篮90度。3v3世界冠军。转身，左手打进。球员在场上都不能放弃比赛。上篮接球，漂亮。亮点，对，看李瑞这边上篮打进，没有问题，引到三分线左右来防守，速度非常快。李瑞这边转身，
亮。马尔克被打掉，哎，爽了啊！直接冲，重启转身，这一下没法防。这边一加一，好亮是吗？会说走。哎呦，打进！双方其实都是不投篮的选手啊，都是靠突破。转身，打进。大师赛第一局，现在板峰子和李瑞。哎呦，李瑞的力量啊！转身，左手挑篮，一杯水，一杯。往开，再挑。都是压李瑞啊，那我们俩选择是一样的，我也是压李瑞啊。李瑞，李瑞转身被看穿，再上一步走马步，哎，漂亮，没毛病。徐家庄站之前冠军成武，接下来每场我们这个集体互动就会进入抽奖池，这一球没办法。要还人好球，他再说就好。转身。转身，王杰的话就是看体力是流行，看人品。李转身，哇，你这漂亮！结果，刚刚预测了，转身过了，这个没办法了。对，这一球，动作他的肚子，转身，哎呦，滑得漂亮，转身，靠身高，漂亮，安东曼，所以我觉得其实中远区派上李瑞去打孙振豪，哎呀，有点打脸了，对，这一球，其实这一球李瑞都没有想到能打，像那个之前有选手面对安云鹏。他招牌啊，都被淘汰了。因为一个变将过了，果然三比零，能不能力挽狂澜啊？这个变向，庞哥，哇！阿布，是控制一下节奏，转身前变向，打到右边，哇！哇！这个身体，你看弟弟，哇！这个球打进。这个李瑞，哎呦，还是这一招啊！做一下基地，来高手一下防。哎，防起来漂亮，漂亮！只是相对来说，李瑞确实没法防啊！哇，妈呀，疼死了，疼死了！这个真不能动。他其实一八三已经不矮了。哇，这边也是，应该是一个最佳的进攻状态。这边李瑞打进。漂亮漂亮漂亮，而且大家知道这个泰迪啊，这个大力变得特别凶，哎，绑掉，漂亮，喂，破布，投进，长跑，有啊，李瑞太年轻了，对，他太年轻了，哇，重投一个好球，中投，哎呦，有手感，第一个中投就投进了，真不容易，还是中投，哇，盖帽是干净了，可能是推人上来的，盖帽一定是干净，没中投，有了，李瑞选择中投，哎，哇，打进，中的梦想给大家啊，看李瑞中投，哇，哎，防的话还中投，果然，太稳了。2-0，李瑞选择中投回应，漂亮，二平，及时调整自己的状态啊！网开选择中投，装逼打线啊！铤而走险啊，选择中投，漂亮，中投，好的，感觉李瑞要投了，投，果然投了，这就是他的节奏啊，这就是李瑞的节奏，还投篮，继续投篮，还有。这一球漂亮。
瑞，感觉有点顶不动刚才，但是漂亮稳啊，还是要冲啊！哇，你看就这两下，中投，哇，打进！还不完，一个小背投，转身，该有了这球，2-0，攻城略啊！哎，防守选位非常棒，这边双方给了很足的对抗，但是无。哎呦，几个人有什么特点？他们是有自己的改变打法。对，有了。我如果是这个篮球运过去，我会放他两步，让你们赌他投不进。强怼。哎呦！哎，晃一下，再晃一下，利用针。哎、啊，好球！翻一加速，有了。右手挑，这么抱住，姐姐有来吗？好像没有听说有来。没问题了。好球之后，一条龙到前场，可能只需要3秒钟的时间。还是要转身。李瑞还是打篮下，还是往里打，出球了，转身，哇，投篮而不是突破恰好了。罗荣最快第一步啊，到篮下，这太强！李瑞打到篮下，他怎么都能，现在双方都没有进展，李瑞在这边一下。就防最后那一下，顶顶这一下。是，李瑞还是重新组织。再顶，哎呦，这怼的，转身，哇，打进啊，太难了。大家给个答案。啊，这个三分线，一个大跨步之后，但是防守压迫性超级强，扣住过，左手扣过的，李瑞扣过，性命担保是能扣的。哇，有个跳步。跳步没什么问题，我也很期待他的表现。他现在篮子比以前准太多。大循环上一步太轻松，五六球了没有？连中六球了。李弟弟选择了打篮下。打篮下。他不会遇到。生突。我克。李瑞。哎呦，我在升体啊。哎呦。上反篮，没问题。哇，这个中心压得好低啊！哎呀，打球！变向，扛一下，过手接，命中！稳稳命中！这八号楼我就放。放他头，但你放不了。李弟弟投，哎，我投的多好，不熟悉。李瑞，李瑞冲起来，转身，有没有？有了，恭喜李。哎呀，恭喜李瑞哥。有了，那没办法。果然5-0。决赛很快啊，3分多钟啊。啊，打进。第一把命中率都不算高。有没有？有了！快恭喜李瑞，5-3。看李瑞接下直接。哇、哦！